Hello， 大家好 ，Ray Wan Des。好，在8月5号，这个紫薯神剑大特的极限最激战的关卡就要复刻了嘛。然后同样是使用这个紫薯的神剑大特来做极限最觉醒的隶属的超级大特跟体属的超级大特，就会在这一次给极限最啦。然后官方也把他们的能力给放出来了啦，非常的强一下，可以来看一下啦齁。角色这边我自己本身就只有体属的啦，隶属的话是这一张，非常的帅气啊。因为我自己没有隶属的，所以我就先从隶属的这边开始介绍起啦，比较简单一些。这一张的能力在他初始的时候其实是还蛮普通的。给对手超特大伤害，防御力低下，然后被动就只有战斗开始时啦，就是回合开始时攻击 70%。自己连接的话就超级差人的连接了，很简单。除了这个魂 vs 魂之外，其他的都可以跟基大特做连接啦，另外的六条都能连得到。然后这个超级大特的类别超级多，12、13个类别，哈哈。OK， 哇，这个是他原本的能力嘛？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啦哦，他极限 Z 之后的能力其实是蛮夸张的。就是这一个隶属的超级大特，全属性气力加3，血攻防60%，这是队长技。然后必杀技方面嘛，一回合攻防上升，给对手超特大伤害，防御力大幅低下啦，就给他额外多了一回合攻防上升这样子。这边的话是30%了，30%加成，比较可惜一点，只有一回合。OK， 然后被动相当的长啊。回合开始时攻防100% up， 然后回合开始，每个回合开始时自身的气力加2，最大加4，然后攻防加50%，最大加100%。这边所以就是这张利大特，他登场两个回合过后，他这边就会获得200%的加成，然后敌方的 cut 无消化，这个就是敌方防御无消化咯，就跟那一张是隶属的极意是一样的，那个 LL 就是可以打穿敌人的防御力，就是你隶属打素属的角色啦，你照样是可以给他正常的伤害，这样子算是很不错的能力啦。OK， 接下来就是登场的10回合内防御力再加 100%， 也就是说它总额会有 200% 的攻击跟 300% 的防御能力啦，非常的高啦。然后再来就是名称带有贝吉塔的角色，在队伍内时攻击的敌人死攻击的敌人啊，高确立气绝这一条，最后一条的被动是否在战斗路上会比较好用嘛？反正这个大特就是猛就对了，看看他这个。然后我自己刚才有稍微计算了一下啦，如果采星的情况，登场第一回合开了必杀技，差不多有200,000的防御力。如果是登场第二个回合，那么就是差不多23、24万这样上下，大略的计算一下是这样子的能力啦，相当不错。攻击力的话，看其他攻略网那边写的话，差不多是250到270万这样上下，必须要采星啊，这个能力才有这样上下的能力。手法还不错啦，然后当连接那些全部连上来的话，然后配上辅助，给他一个300万的伤害，然后来到一个接近30万的防御力，都是很有可能的。当他采星的情况下，我要不断的强调，是相当的猛啦，这个隶属的大特。不过可惜这张我就没有，我是说这一张非常值得吃老界王啊！如果大特是或者说北极大系谱内的角色有一点缺的话啦，因为他的能力真的是相当的猛啊，把他摆在二号位，他就是强啊，尤其是不会有这个怎么说同名的问题啊，不会被同名干扰。帅哥队伍又增加因为耀眼啊，帅哥队再次强化。OK， 这个是隶属的超级大特嘛，
接着就来看一下体鼠的超级大特。体鼠的超级大特的话，我自己是可以开到了三路啦，目前是还没有练上来。因为没有人免费练技的关系，所以基本上都没在练了。现在我感受到我的老界王，应该说我的老界王感到很痛苦啊，大概率又是要花出去了。哎，这个初始嘛，现在原本的状态，前属性攻击 40% up， 然后被动，哎，这个必杀技，超特大伤害，哎，三回合攻击上升，他的这个攻击上升这边是加 50% 了。所以到时候他在改变过后，极限赛过后，他还是同样是拿这 50% 的加成，非常的爽。诶，被动方面，回合开始时自身的气力加 4， 然后攻击 60%， 然后再生效果减少。这种就是可能像最近大乱战嘛，赛卢啊，然后那个比克魔少年，他们就是会一次不断的回血嘛，这张百阳器它应该会减少它的回血量。OK， 同样就是13条的连接了，非常的猛。然后13条的这个类别，然后连接方面就跟力超级大特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极限在觉醒的内容了。体鼠的超级大特，哎，队长技是一样的，全属性气力加3，血攻防 60%。然后必杀技是他的要点，超特大伤害，三回合攻防上升。哎，这边三回合攻防上升就跟之前的体小特还有树屋田是这样子的感觉了。他的三回合就是攻防 50%， 非常的猛。然后来看看他的被动哦，回合开始时气力加4，攻防 200%。哎，又一张机刃，很猛一下。然后因为它是直接有，所以是很爽，因为这个是直接有的，直接200%。再来就是敌方的 cut 无效化，就是敌方防御无效化了，刚才解释过了嘛。然后最后就是再生减少，被动非常的简单，但是非常的强悍。200%的攻防，再配合三回合攻防50%上升。我刚才大概率的计算了一下，跌到个30万的防御力不是太大的问题啦，配上辅助的话，然后攻击能力也是差不多跟利大特就差不多一样的上下。利大特的三维攻击的三维会比较高一点，然后体鼠的大特的防御三维会稍微高一点点，这样子两张卡都有带有一点点的差异性啦。可是如果说要对比两张大特哪一张比较好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体鼠的超级大特啦，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必杀技是三回合攻防叠加，也就是说它不一定要死死站在二号位。而那一张的话，利大特我个人觉得比较适合站在二号位的，就是当它的行动之后防御力在提升嘛。然后这边体大特因为是三回合，所以上一回合叠下来的这一回合会细成，所以它的防御力还是很足够使用的。那开场有一个差不多20万的防御力足够了啦，这一张体大特。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才感受到我的老界王深深受到威胁啊，怎么想都应该要给他吃老界王把他的那个等级给升上去了。呀，诱惑力非常的高啊，而且真的是很强，我们的帅哥队又增加一名耀眼啊，很爽哦。我看一下，如果是这么个组法啦哦，随便找一个队伍来组，北极大细普混血赛亚人，然后用这个做队长，体大特，然后这一位再来嘛，就还有谁好嘞？这一张，然后其实这一张也是不错的，可惜他的辅助是否剧场版肌肉，而且这个长发飘飘非常帅啊，我个人是蛮喜欢的。还有什么比较好上啊？
这一张吧。然后好像没有什么好选择哎，反正就是猛就对啦，这一张吧，整队都是很帅气啊。Nice。如果是有隶属的超级大特的话，把隶属的也放上去，就是季大特体超级大特，然后季大特隶超级大特这样子，然后后面三张辅助，哇，直接爽快。OK， 那么这一次的两张大特就是这样子啦，他们的能力都是非常强悍的，都有高达200%的攻击跟防御能力啊，像。利大特的话在战斗路上的表现绝对是会比这个体属的大特来得好啊，因为本身就额外有多了100%的防御力，然后还可以额外的造成高确率的气绝，这样子你肯定是主宰北极大也会存在的情况啦，算是蛮不错的，期待期待。5号就可以把它给极限 Z 了，那么就等到它到时候出来吧，关卡也是算是容易打吧，都打完了之前的。 OK， 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看，还没订阅的朋友麻烦帮忙点个订阅，谢谢，加马特呢。